Johnny哥啊，你完啦？呢兩位先生想幫我哋代辦中港牌喎。哦，即係想辦個中國口岸嗰景車輪牌照啊，係嘛？坐咗先。阿麥林幫我買兩杯咖啡翻嚟。哦，咁啲傳單。開曬未啊？仲有好多啊。繼續派咯。哦，但係樓下間茶餐廳搬咗，你走好遠喎。咁你行多兩步啦，唔使搞啦，係嘛？係，但係咖啡錢。 啊，兩位你哋好，貴姓啊？姓李嘅。李生，我姓麥嘅。阿生，嗱，一般客户咧就揾我哋公司代辦呢個中國口岸過境車輪牌照咧，就有兩隻方法。一種咧就係租，另一種就係買。唔知兩位想揾啲邊一種咧？租係點樣㗎？嗱，租咧個租金每個月咧就係大概8000至12000蚊左右啦。咁啊，租約期咧就一年。啊，不過依家咧就比較多人排隊申請，咁所以咧，如果輪到兩位嘅話咧，可能需要成年嘅時間。哇，老細要排成年喎！ 咁買咧點嘅？買就簡單啦。如果買嘅話咧，時間咧就縮短好多，可能兩個月唔使就已經可以辦到噶啦。兩個月咁快？喂，真定假㗎？因為咧，我哋公司咧同國內咧有特別嘅渠道，所以個時間咧就可以縮短好多。嗯，咁如果我哋想買個牌咧，要俾咩證件嚟嘅？嗱，最主要咧就係你嘅內地投資證明文件啦。咁其他嘅文件咧，我遲啲會再同你講噶啦。 只要你集齊所有文件嘅話咧，好快搞掂噶啦。哦，咁嗰個收費係點計㗎？嗱，收費咧就大概70至90萬左右啦。咁就要視乎你邊個關口過關啦。因為咧有啲咧就24小時通關噶嘛。咁經呢個關口過關嘅牌咧特別貴啲噶喎。如果我唔要24小時過關嗰只牌咧，收幾多錢啊？70萬啊？70萬啊？係咪要一次過俾㗎？ 咁又唔使，嗱，我哋公司咧就先收你15000先，等嗰個牌咧搞掂咗之後咧，我再收埋個尾數。唔係喎，你哋公司唔係話不成功不收費嘅咩？你知㗎啦，喺內地辦事啊，好多時啊都要靠人事關係噶嘛，工作先順利噶嘛，啊，要順順利利，自然就使啲錢㗎啦。咁所以公司咧就先收你15000，嗱，打保證，如果搞唔掂嘅話。 15000我全數退還翻俾你哋。咁好啊，我等陣開張支票俾你。結局係點？相信大家都應該估得到。騙徒收咗錢，當然就唔會兑現承諾啦。也有啲嘅個案，受害人繳交咗幾萬至到十幾萬嘅代繳費用之後，中介公司會拖延出牌，又或者係拒絕退還翻代繳嘅費用。 事主唔單止攞唔到中港牌，仲白白損失咗一大筆嘅金錢。如果你唔想成為下一個受害人，有啲地方你需要注意嘅。係陳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申請中港牌有啲咩地方需要注意呢？好啊，Keith， 申請往來粵港兩地過境車輛牌照，首先要向廣東省公安廳申請粵港澳機動車輛往來及駕駛員駕車批准通知書，俗稱批文。喺獲得批文之後，就要向運輸署過境服務分組申請。 過境車輛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有關簽發批文嘅手續，申請人可以向廣東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查詢，或者透過廣東省公安廳嘅網頁得到有關嘅資料。一般嚟講，申請批文嘅人士需要符合廣東省公安廳所定明嘅相關資格，同時申請人需要提交相關嘅證明文件。至於申請過境車輛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嘅手續， 申請人可以瀏覽運輸署嘅網頁，或者致電123政府熱線查詢。Teresa， 有關透過中介人公司去申辦中港過境車牌嘅欺詐案咧，算唔算嚴重？以旺角為例啊，我哋喺2010年嘅7月到2013年嘅10月期間咧，係接到超過100宗呢一類型嘅投訴㗎，而所涉及嘅金額係超過1400萬港幣。 我哋嘅投訴人咧，大部分都係經過一啲代辦中心去申請呢啲牌照。咁以我哋警方資料咧，其他地區都有呢啲中心㗎。我知道有啲報案人啦，即使可以透過代辦中心成功獲取到牌照，但係喺國內發生咗事咧，佢哋先知道自己嘅牌照咧未有喺國內登記，又或者係偽造㗎。有啲咩注意事項可以提醒下市民咧？警方呼籲一啲有意申請中港私家車牌或者中國駕駛執照嘅人士，唔好貪方便，隨便相信一啲報紙上面嘅廣告或者一啲自稱合法代理人。
一啲自稱有特殊渠道去申請牌照嘅人，以免招嚟不必要嘅損失。